在泰雅族热闹的歌舞表演中，原住民产业博览会热闹登场。总统马英九、行政院长吴敦义、原民会主委孙大川都披上原住民的传统配件出场。马英九更应要求在现场大秀原住民的招呼语。是阿美族，沙利卡马布隆来哦。再来是台湾族，加白加白，马里马里马沙路。再来是卢凯族，沙巴。再来是泰雅族，罗嘎苏。果然在太阳族人多势众。今天现场也可看见原住民各族的产品及文化特色，包括音乐、文学、手工艺品，期望透过博览会让原住民的产业更受重视。此外，马总统今天也颁发了原住民公益新传奖给别有贡献的族人。得奖者之一的卢凯族牧师彭水光更在受访时跳了一段勇士舞，呼吁大家重视原住民文化。我虽然外公留下来这个兵证是我本来是一个要做英雄的，结果到一个基督教信耶稣，改变了，我要做耶稣，我要做神的仆人。英雄是周身的仆人嘛，为耶稣的工作改变了，为我们的整个原住民卢凯族所有的说我要代表性，我是这样的。台湾醒报记者陈昭瑜、李怡峰采访报道。